雕塑身形，健康每天，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我们利用瑜伽的动作来开启身体的循环，帮助我们排毒。那准备好你的瑜伽垫，准备好你的呼吸，准备好属于你自己的时间，我们一起运动咯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我们利用瑜伽的动作来加强我们的淋巴循环，帮助身体排毒。从简单的暖身开始吧，让身体呢来到四足跪姿，我们让身体做简单的拱背跟伸展，吸气微微抬头，吐气腹部往内收，顺着自己的呼吸再做几个。每一次吐气的时候，感觉到我们的肚脐再靠近脊椎的方向，用力收缩多一点点。除了感受到我们的腹部之外呢，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髋关节，身体的最大的淋巴结的位置就在腋下以及我们的髋关节。那要帮助肠道的蠕动呢，首先我们就需要开启我们的髋。好，我们把动作稍微加大一点点咯，将两只手向前移动一些些，重心向前，吐气的时候臀部向后，同时拱背，吸气往前延展，吐气拱背，一样我们自己的速度再做几个。如果你要让肚子更紧实的话，向前的时候可以把臀部微微的收紧，感受到肚子用力，向后拱背，最后一个。接着让双手回来四足跪姿的位置，以臀部为画笔，我们让臀部画一个圆圈，向旁边，向后，另外一侧，再向前，圈圈呢越大越好。画圈的时候维持自然，不要憋气就好。相反，另外一边出发，用臀部作为画笔，向左，向后，向右，向前，绕一个圆圈。这个动作呢，除了开启我们的髋关节的淋巴结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髋、我们的大腿稍微活动一下下。如果你是久坐的人，下肢比较浮肿的人，做这个练习也有帮助。好，我们要慢慢的回来咯，将两只手撑好，双脚踩一下地板，我们来到下犬式，轻松的下犬式就好，膝盖没办法伸直也没关系，臀部尽量往上提，肩胛骨向下伸展，两只脚轮流上下踩一踩，要把双脚走回来中间咯，靠近我们的手，膝盖微弯，扶着你的脚，让身体回来。我们做两个很慢的拜日式，将身体移动，站到垫子的前方，双手合掌，吸口气往上提高，吐气前弯，两只手撑好地板了，双脚大步向后，重心向前移动，膝盖可以轻轻的落下来，手弯曲，胸口落下，肩胛骨收向上提，双脚踩下犬，右脚离地向前，来到手的中间，我们稍微停留，来到弓箭步，让身体上下动一动。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扭转的动作，让左手撑好地板，吸口气，打开我们的右手，肩膀离开耳朵，从我们的腹部出发，带动身体的扭转，吐一口气，手放下来，接着把左脚踩进来，来到右脚的旁边，臀部向后来到椅式，双手来到右大腿的外侧，吸口气，再次打开右手，吐气，手放下来，身体也跟着放松，
来到前弯，弯曲膝盖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准备上来，合掌，吐气回到胸前，相反另外一边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前弯，手扶好了，大步向后，重心向前送，吸气，吐气，身体落下，吸口气往上提，上拳，双脚踩下拳，左脚向前来到手的中间，先上下动一动，感觉一下今天的大腿，选择一下待会停留的高度，准备好咯，左手打开，我们向上，右肩膀离开耳朵，感觉肚子多一些些，很好，吐一口气，手盖下来，再次的把右脚收回来，并拢在一起，双手来到左大腿的外侧，打开左手，吐气盖下来，身体放松往下，双脚弯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向上，合掌，吐一口气，将我们的左脚向后踩，大约两个脚掌的距离，前方的脚微弯，让身体慢慢的落下，我们做金字塔的扭转，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右脚要弯曲还是伸直，也可以轻松的活动一下，转动的时候臀部尽量不动，用身体多一些些，准备好咯，左手可以放在脚的内侧，掌心握拳都行，吸口气咯，打开右手，一样从我们的腹部出发，扭转我们的身体，吐一口气，手慢慢的放下来，直接在底下换脚咯，左脚进来，右脚后退，前方的脚弯曲伸直，稍微动一动，选择右手，手掌心握拳都行，吸口气，打开左手，眼睛的视线跟着我们的手臂，带动我们的脖子微微的往上，吐气，手放下来，回到地板之后，将你的右膝盖轻轻的跪下来，左脚也向后退，我们来到跪姿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会移动一下你的臀部，如果你觉得膝盖太紧绷，回到自然的坐姿也可以，将手臂往上提，肩膀放下来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臀部慢慢向右，吸气回到中间，吐气向左，每一次吸气的时候，让你的屁股稍微的离开脚后跟，吐气再往旁边坐，只坐一半或是全部都行，我们再做几个，感觉到我们的侧腰，我们的侧腹部，当你向旁边的时候，另外一侧的侧腹部往中间收缩，或者你想肋骨靠近屁股的感觉，我们最后一次，好，让身体回到中间咯，最后呢，我们做一个按摩的练习，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的手要稍微的用力往下压，所以不是轻轻的摸着而已，那可能会有一点点痛痛的感觉，如果你觉得有点疼痛的话，力道可以缩小一点点，我们让身体躺下来咯，将我们的双脚弯曲踩住地板，让我们的腰跟背是放松的状态，那我们先来找一下底下的三角形的位置，所以待会呢，你的两只手会交叠在一起，用你的指腹稍微用力，那我们来到髋关节的内侧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会有一个三角形，那我们就顺着这个 V 字形向下压，我们先找到你的右边骨头的里面，两只手用力向下吐气，吸气，再吐气，最后一个，吸气，吐气，
向下之后呢，我们顺着这个轨道往下，轻轻的往下顺。那一开始呢，你可能会觉得推不太动，有一点点卡卡的。那如果你想要借由一些按摩油的辅助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在皮肤上面练习。那如果不习惯的人呢，你可以穿一件比较滑的衣服，隔着衣服也是有效果的，重点是要用力向下。好，那相反另外一边咯，骨头的里面，所以不是压在骨头的上方哦，内侧的位置，两只手先稍微用力吐气向下，吸气吐气，最后一个顺着往下，所以这个按摩的练习呢，你可以放在每天要睡觉之前做，这样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就会比较顺畅一点点。那两边呢，我们可以各推个10到20下左右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，接着我们找到我们的肋骨，那要沿着肋骨的这个小 V 字形往下按，所以一样不要压到你的骨头。那这个动作就不用停留了，我们来回就好，所以从中间慢慢的往外，每一个向下压呢，我们都是做吐气。一样我们可以按个10到20下来回。那如果你懒得算次数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手机计时，每1分钟提醒你换一个动作。最后呢，我们用画圆圈的方式，一样要稍微用力，我们先找到右边的内侧，用力向下，经过你刚刚的位置，向左边往下推。如果手指比较没有力气的人，你可以用握拳的方式，旁边向上，再向下，最后一圈。好，相反边咯，左边，中间，向下，再一个，记得推的时候都要稍微的出力，往下压。那也不是越痛越好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痛了，力道要稍微缩小一点点。那回到中间来，我们要让身体慢慢的坐起来咯。最后呢，我们绕一下我们的身体，来到轻松的坐姿，两只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让身体向右、向左、向后，再一圈，相反边。慢慢的回到中间来，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从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瑜伽除了伸展我们的肢体之外，它可以开启我们的循环，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放松，我们的肌肉更加放松。启动循环之后，排毒的效果会更好，效果好之后，你的精神也会跟着好起来。所以要多留一点点时间给自己，属于你自己的时间，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